蛋少年团救国的范文跪求发型师让救国露额头的原因，还用说？当然是因为帅气迷人哦。如果你错过了 TOP 时期的田 Sir 动图暴击，看不到动图的，看这个田警官的红发加露额头加制服效应，因为救国的外貌从额头开始，整个 T 区都长得相当优越，额头露出来的话，帅气程度成倍增加哦。跑单李小编表示，最喜欢的小国的造型，眼镜戴不戴完全的不同风格，可爱的还是帅气的，露出的额头有很大区别哦，太帅了，露额头的小国简直狙击米心，感觉完全是男朋友的感觉，每一个造型都特别喜欢，感觉驾驭的都特别好。大黑的烤地瓜欧尼听到群众的心声了吗？但是呢，救国的额头是很难看到的，这么帅为什么要藏起来呢？除了当时哦是最后一次全露额头的概念，在正式活动中几乎看不到，所以在小国直播的时候，阿米想看撩起刘海的救国，马上就能看到了，这傲人的发量很是羡慕了。今天的重点是额头，这个颜值是真实的吗？所以除了甜色，我们还有费可乐小国造型可以磕。由于脸蛋实在太帅了，有时候连小国穿什么衣服都没有留意到，全看脸了。其实小国有刘海也非常好看，主要是五官太精致了，全露出来简直要不命啊！放下刘海是乖仔，露出额头是国歌。当然来，因为田救国哪里都好看，所以露不露额头都超级帅的。